打仗。等下，小僵尸，帮我打小僵尸！有这边哇再打再打再打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用怕。我快被小僵尸打死了！哇哇哇，注意一下注意一有，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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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。这升级有升级什么啊？谁在上面练功啊？团团吗？是团团。啊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，他们来，他们来为什了！么觉得完全没差啊？巧克力他们来了。哈哈，对不起。哎，我受伤，为什么？哦，我用光了，对不起，我的没摸了。你这边太多字了啦！放太多赶了。快救我！我催眠啊！喂，怎么救你啊？你打不到啊！打到我了。你魔力剩多少？负四、负三、负二，那我用回魔了。你自己跳下去，你自己跳下去就好了。好，我动不了。我去买一点核心。好，我去买强化的。啊，我买点。我身上有一些啊，回魔，我有回魔的装备。哎，好啊，那我等下再拿好了。这啊，先买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搞高。好，我来防守。就要买点。哎，我跟你领了。哎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给你一个回魔，给你一个回魔，你后退就可以捡到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来了。我们有小僵尸部队啊！霸凌他，霸凌他，我要他！哈哈哈！等下，月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回魔。他就想在上面一直扔呐，我看到他的地图了。空降小僵尸下来是吧？对，我们就一个盯他一个就好了。你在看什么？喂，死了。那死了。那是啊，他正在这边买耶。嘿，哎，我上船，我上船，我截船。OK。好，哎呦，真是，不晓得会不会人家注意到，好像还没有，还没有好像妥妥的。啊，我等下可以去他们前面放核心，如果我可以到的话。低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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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不到看不到，阿比来阿比来了。好像很 OK 哦，好像 OK 哦。等一下可以准备那个、哦、复活，就直接他们家哦。好，再过5秒就可以放了。五，哎，团团团团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在最前线了，走。OK， 走，他们家哈基在，哈基在，放小僵尸，不要露水，放小僵尸，哎，哦，好强，准备撑住，我在打，哎。我自己狂挥城门就对了，哎，重点是城门啊！多放小僵尸。等一下，我们自杀。这里啊！哎，我死掉了。对，我前面有三只小僵尸在打他们。他们有人回去了。快！全部现在就全部进攻就对了。有，一来就先放小僵尸就对了。对，小僵尸丢出来就对了。小僵尸攻城战。好混乱！我先站远一点。哎，小僵尸，打死掉！好多只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，太多只了，太多只，超多！哎，再往前，再放一只！等一下，我要再放一只！哎，再放一只！好多只，这边好多只小僵尸，全部都是小僵尸！来，复活，复活，再继续。你过去，哎，被踩走，没了，可恶！有他们家门前一大堆小僵尸，超多，门前全都是小僵尸啊！他们只剩十滴了，够！我们现在过去，他门前应该还没清完，我们可以再继续放。好，我刚刚过来，刚刚过来了。哎、欸，他有青苹果吃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那为什么？应该是那个护盾的效果啊，护盾的效果，好猛啊！哎、欸，走，放我丢了，小僵尸在路上。好，冲！哈基！哎，哈基，他刚一个往后传，哎，要突破！小僵尸来了，小僵尸来了！哇，他被守了！哎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！差一点！我摸了两下，可能要换核心再往前了。看，摔死了！幻魔者要复活，我去打幻魔者。那我去买一点核心。好，行。可恶，差1块钱。哇！买不起。这个石榴，我这个石榴现在买了没有？
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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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好的攻略吧，就是站前线啊，全部小僵尸上，太霸气了！一直丢，一直丢就对了。狂扔！哎哎哎，作者，我点不到按钮啦。什么按钮？按钮？我要拿衣服。你衣服不见了？没有啦，因为我付错东西了，我要换衣服。那有他，刚刚消失。还是因为你身上穿着，他就不给你按了？没有，因为我……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不要 ，no！ 没有，他们在我们前线了，他们在我们前线了。哇哇哇！好好好，小心哦。没有，在手，在手，在手。好，我也偷偷潜入他们家。嗯。目前潜入都很 OK，只是他们复活就会在家里了。他们有人死掉吗？音乐跟那个团团了，团团了。哦，有看到团团了。目前没有那个。他们目前没人死，是不是？他回去，他退回去，他退回去了。好好好，我先拆他们这个，拆掉了，拆掉了，他把他们前面拆掉了。他进来了，还是因为要这样子？有成本可以破，成本可以破。不是啊。他们进，破了！有，我在城门，在城门，在城门。拆一个，拆一下。拆！我没办法，我需要小僵尸，小僵尸，快点！小僵尸，我在牵制他，刚刚，哎呀，刚刚不要来，血好多，刚刚不要，好痛，狮子小子在追我啦，什么鬼东西啊？狮子帮小僵尸，我在他们家，他们三个人都在他们家，没事，对，我在他们家放小僵尸，哦，要先用坚硬哦。哦，不要，再放一只。这样子吗？小僵尸救我！小僵尸救我！小僵尸救命！先这样子，快点！这样子，我一直在他们家，我放，一直放小僵尸。哈哈，哇！被小僵尸包围了，完了！哎，在外面，哎，啊，跑酷跑不了。绕一圈，再挖一个。哎，我都再挖一下，哎，再放一个小僵尸。他去跑过去了。好。哎，那边很多小僵尸，那边很多小僵尸，门口还很多。哎，跑外围。Oh no！ 我在跑酷啊，我在玩跑酷游戏啊。哎，放小僵尸。哎，又再挖一下。不行了，真的要不行了。是，好多小僵尸，好多小僵尸，快点！你们在哪里？救命！我们在家门前，我们在堵他们。好，我还在他们家，我已经没有魔可以放了。哎呦，掉水里了！可以再放一次，再放一次。哎，空降下来，好爽哎！再滑一下。你到底是在玩什么游戏？好酷，好酷游戏！都找到，完了！等下可以放个核心，我们就可以冲了。等一下，我在前面。巧克力还有酒，看一下，巧克力复活了吗？我复活，啊！这样你可以放核心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可以放核心，你要不要自杀？好好好。哦，树林了，我还以为最前线。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在他们前线，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快点！好，我们守不住啊！哎呀，哎呀！还没被挖掉，还可以复到，复到，放小僵尸，冲，直冲就对了。哎，小僵尸走开！哎，不要小僵尸，不要！我最前线我可以放哦。OK， 没事。刘岩，我放了。马丁，小僵尸。小僵尸上！小僵尸咬他们！咬他们！打一下！先逃，先退！有一下！啊，很好！喂，风降下来！啊！这一关掉！关水！应该先关再冲！小僵尸去！逃！小僵尸还在追人呢！不要走！阿比，好啊，等下我看。阿比被小僵尸一直在追。小僵尸不要！阿比，
叫什么怪物蛋吗？哦，还在听，还在呛，还在呛，还在呛，各种呛，在还在呛。阿比嘞，阿比嘞，阿比，哎，放怪放不出来，可恶！不能放，不能放怪啊，可恶！输入指令 8.6 什么意思？感觉是闹钟，就是掉地板上还找不到闹钟在哪的感觉。真的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闹钟？是闹钟？对啊，闹钟掉地板上，找不到闹钟在哪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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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嗯，怎么可能？叮叮叮叮叮叮！小僵尸一堆啊！超恶心的哎！根本在带小孩。对啊，太八级了。而且我刚冲过去，根本在玩跑酷游戏，会在上面边跑，然后边放小僵尸，然后又墙上吗？对，然后因为我权杖是会补血的、啊，我就等血回了差不多，就跳下去再挖一下，继续跑。有啊，有看到、哦。玩错游戏了，真的玩错了。嗯。不是这样玩的啊！小僵尸超反的，超闹。刚刚的状况真的就是来互相伤害啊！对，超级多小僵尸的。对，有觉得小僵尸特别 OP 吗？可以限制？我觉得他十秒就放一次，还蛮猛的、啊。嗯，他如果小僵尸也是。只能在地图十秒，我觉得就还好。这样代表你场上顶多就是一只，对，顶多到两只，顶多到两只应该就有很 OP 了。嗯、他现在是可以四只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那个人可以带四只啊。对啊，因为他是持续四十秒，所以你持续活着的话就可以一直放一直放。那你魔要够啊。这边小僵尸大军，刚刚放到吐出来，吐出来、欸，一次30，有150的魔，其实可以放预设就是可以放5次啊。是啊，我就在吐哈气，我就在家里放一堆放到吐哈、哦，太多了，这真的太 OP 了，你那就是冒凯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过桥两个人蹲在那里偷看啊？你根本发现前面有两个名字是不是？超级诡异！哎，有开了，可以了。这一上桥，快点过去，躲一下，两个头露在那边。嗯。对啊，这自由选职业啦。自由选职业。对啊，小僵尸全都玩过了。嗯，来，随机分队，分队。对，好，又换了看尬，又换了一个。今天不会跟阿比一队的，阿比凶巴巴，凶巴巴，不跟就不跟啊，你才凶哎、欸，凶巴巴，你才凶啦。啊，要玩什么？走。我还没玩战士，今天那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技能啊？那我要先战士来看看，看一下装备技能。当红队，刚刚忘记切换频道，差点被当间谍。无敌三秒，邪恶之剑。所以要空斩击很好玩吗？他就是把你跟敌人打到空中，然后加无敌啊，无敌三秒。可是，在那空中有没有就可以往前冲啊，或者干嘛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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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还有，它过河还蛮好用的。居然是过河吗？对，因为你可以直接不用桥，你直接飞过去。好，嗯，好，就来，要空斩击，冰冻，感觉就很帅。武器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斧头，比较爽。飞上去，冲天而降。嗯，我来试试看这个冰牢好了。之前冰牢有一点不太好用。
不是说槟榔有怪怪的吗？我是想说，试看看他有没有改掉。而且我刚发现他权杖的二阶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动哎、欸，那个能力。权杖二阶，对啊，三阶也没有啊，哎、欸、，bug 啊，权杖根本没办法往上合啊，没有屁用啊。连杖就有差，权杖完全没差。哎呀，战斧哇，这个好贵哦。魔力破坏，被射中的人扣除魔力。不要用那个啦，用那个比较好啊，那个凋零。凋零吗？嗯。好，不然还是我用那个。不是，无视魔力消耗。哦，那个很好用，可以一直咻咻咻。嗯。好，无形之剑。我好了、欸，所以大家是什么职业啊？我是捕食，战士，捕食。哦，那只有我是弓箭手，双战士，一弓箭手，一法师，可以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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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，出来，出来。